嗨，大家好，这是肥波。今天这一集使用了中秋佳节将至，你是否还在苦恼要如何准备你的烤肉大餐？是要花个半天东奔西跑采购一波，还是像我一样悠闲的在家中开一箱台旭的烤肉套组？专业的当然是选择后者。而且呢，他们这一次一共推出了五种套组，从二至三人的小剧组到八到十人的派对套餐都有。像我选的这一箱呢，就是五到七人的韩式经典肉肉烤肉组，里面除了五种特色肉品之外，还有在附上人气网购泡菜金尚顺他们家的手工泡菜跟白萝卜片，以及我们吃烤肉的必备小点心毛豆，连配菜都帮你准备好，那是相当的贴心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整箱全品项一款一款给它通通自己来。首先呢，就来试一下韩式烤肉必备单品盐焗五花肉，选用的可是整条的带皮五花肉，搭配上天然发酵而成的盐焗，给它腌制而成，不仅可以软化肉质，还可以锁住肉汁。重点是呢，省去你自己腌制的时间，那是真的方便。只要把烤的时间掌握的刚好，表层就会有相当精美啊，带有金黄感的色泽，非常适合搭配上韩式泡菜，来个泡菜包肉。金尚顺泡菜可是韩国媳妇做的，听说它所有的原物料都是从韩国进口，口味。上的绝对是到底再到底，搭配上五花肉估计会相当的解腻啊。然后呢，再配上一颗生蒜，以及韩式烤肉非常关键的酱汁。今天一样是走一个失控爆发，感受一下。酸香微辣的泡菜配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，透过清爽的生菜还有蒜头的辛香给它综合一下，这个组合个人它真的就是百吃不腻，而且真心不糊，盐焗的五花肉吃起来那确实有差。虽然说你在烤的时候会香的比较容易焦一点，但口感上是很不一样的。我觉得最主要在于它上层那块皮的部分，不会像我以往去买一些量贩店的那种五花肉烤起来太韧太 Q 嚼不烂，有用盐焗软化过，整体咀嚼起来就会舒服很多。那当然呢，除了在口感方面有升级以外，腌制过后呢，就可以在这种五花的油香之外，补上点类似那种味噌风味的香气哦。我们再来一组配上金尚顺的水萝卜片。相较于搭配上它泡菜的这种酸香微辣，萝卜片呢会更着重于这种薄脆的口感，同时呢补上一股清甜哦，跟它的油脂风味综合一下。虽然说配泡菜绝对是经典再经典啦，但是感觉论解腻感，萝卜更胜一筹。韩式烤肉就像这样吃才爽。好的，那我们下一款就来试一下中秋烤肉必备油花相当精美的铁板烧肉片。选用的可是猪梅花圆肉切片，让你感受到最直接的美味。同时呢，再搭配上咸香微辣、带点黑胡椒风味的腌制酱汁，百分之百会是一道配吐司神器。吃烤肉呢，不准备点吐司那是万万不行。一组两片相当合理，然后一样给它搭配上点包菜酱。虽然说这种铁板烧肉片薄归薄，但因为它挑的是这种梅花肉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在主体的瘦肉之外，透过交错的梅花油脂补上点软嫩感哦。不过感觉得出来，这一道着重是它那种腌制酱香的风味，我觉得比较偏这种咸中带甜，同时尾韵带一点黑胡椒的呛味，绝对是我们吐司的优质伙伴。我们来一个专业吃法，肉包肉配上的泡菜跟萝卜块。目前这样吃起来，个人其实是击退它的白萝卜片的，薄脆的口感非常的刷嘴，非常适合搭配上这种油香比较充足的烤肉。好的，那我们再来下一款，就走一个狂野路线，迷迭香战斧猪排。论整体的香气，在烤的过程中，这一款绝对是目前最香的一道，小茴香迷迭香跟月桂叶通包，光用闻的就非常的刺激口水分泌啊，当然是要徒手开啃才是最爽的。整体的含肉面积是非常大，而且尾段还有这种油脂香比较丰富的部分哦。烤的过程中闻起来非常香，吃起来那绝对是更香的，而且是吃得出两层的口感，有它上缘这种瘦的软嫩，还有下半部油脂比较丰富的地方哦。虽然说我们吃烤肉吐司配香肠那是经典不败，但是偶尔来上一根战斧猪排那才叫真的享受。
同时呢，在它整体中猪肉的油香之外，又会再补上它表层各种意式新香料的风味哦。我觉得就是一个啃起来很爽，然后风味有很多层次的选择啦。好的，我们的战斧吃完，下一款就来试一下它的在骨德式香肠。猪前腿肉搭配上猪腹斜，完美比例混合腌制而成，让它的肉质可以保有扎实嚼感，同时呢又保有丰富的肉汁哦。而且因为它是有带骨的，啃起来非常的方便。我刚才在烤的时候，真的就是阵阵的熏香飘散出来。一口下去，第一个感觉啦，里面丰富的肉汁绝对不是说说而已，充分可以说是目前这四种吃下来最 juicy 多汁的一个。而且因为它是德式香肠嘛，你稍微烤一下就可以让外层带有点薄脆层次，跟它香肠主体扎实多汁的肉感形成对比哦。那当然，我们吃香肠配上一颗蒜，那是必须的必。生蒜这种突出的辛香风味，可以很有效的让它德式香肠那种烟熏的风味更加的提升起来，同时呢补上更加突出的一点脆度。在我心中啊，吃韩式烤肉，生菜跟生蒜都是非常关键的。那当然，我们中秋烤肉最经典的选择，台式的原味香肠，那也是不能少。选用猪后腿肉搭配上中式新香料，不加任何一滴水腌制而成，感觉我们吃烤肉不来一个吐司配香肠，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。毫无疑问，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了。也不晓得为什么烤香肠配吐司如此淳朴的一个组合，确实可以如此的耐吃哦。而且跟我们德式带骨香肠一样，只要你烤的时间刚好，就可以在它的表面呢增加一点薄脆的层次，跟香肠主体扎实多汁的肉感形成对比哦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台式中秋烤肉套组的开箱。个人觉得那是相当的实用。首先，不仅品项的选择很多样，人多人少呢都有适合你的套组。像是我这次开的这一箱韩式经典肉肉烤肉组，其中五花肉那个不用多说，100%鸡腿，有用盐焗给它腌制过，口感上绝对会好很多啊。不过呢，其中还有非常关键的灵魂人物，那就是金尚顺他们家的泡菜。九月呢可以大幅增加你吃烤肉的续航战力，同时呢，你只要输入我的折扣码。FEIPO 下单立即现折100元，有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参考影片下方的说明栏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